如果你现在感觉到户头没有钱呢，感觉到很匮乏很贫乏，那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技巧，可以帮助你呢在一个短时间内90天到180天能够让你的户头的钱能够变多。那各位不要不相信这件事情，因为我真实发生过。就是呢开始去捐一些钱出去吧，那可能这个捐钱的方式呢，你可以投入在这个 7-11 或者是卖口香糖的，那不论他们是真是假还是什么的，就是想办法给出你身上仅有的钱。那你可能会想问啊，就是我就是身上没有钱了，我干嘛捐出去，我怎么捐？各位，就是因为你现在什么东西都只想拿，你没有给，这个状态会让你感觉到你很匮乏，你很贫穷。有时候不是你户头没有钱，是你可能你户头甚至已经很有钱了，但是你那个不想给出去的那个贫乏的状态，让你拥有的再多，但是你还是觉得不够。所以你试着给出去吧，因为你现在没有钱，有时候是穷是一种结果。所以如果你想要改变这个果的话呢，就要开始去给出去，改变这个因，那么你就会开始有新的可能性。刚开始会不习惯，但是好好接受这件事情，因为一旦你做这件事情习惯的时候呢，那你就会开始习惯有钱了。所以这个是我跟很多老师身上学到的。所以如果你没有，那就先开始给出去，练习丰盛。有一个人发现了一只毛毛虫，然后毛毛虫变成蝴蝶，这只蝴蝶长大了，有人把蝴蝶捉走拿去做面膜。目前我要去看他的说明。好事成双。所以每张图原来没有关联吗？IG 账号 CMH1016 日前分享了在台北车站附近的一面装饰墙，原坡一开始多番猜想创作理念，最后却发现没有自己想的那般复杂，然后急着逃走。怎么会这样？不对，就是在告拍一张短谁吗？还是在对文化环境社会有什么指控？不行，我要去看他的说明。本次展览旨在通过艺术文化和创意的方式宣传台北双星的到来。原来是我想太多，我从装置艺术的身上学到，那些以为有什么意义的事，其实常常没什么意义，大部分只是自作多情，像人生一样。开眼界不是买一张机票去埃菲尔铁塔喝个咖啡，要被奢华的生活震撼过，也要被淳朴感动过，在这两种体会之间，可以让我们知道生命有多少宽度。要问我说，你是怎么做到一路狂奔？到底是什么在支撑你？我大概总结了以下几点，因为我自己不是富二代，而且我也没有加入豪门。第一点，我觉得开眼界很重要。开眼界不是买一张机票去埃菲尔铁塔喝个咖啡，或者是去海滩享受一下，而是要花费精力，而且是要下功夫的，要被奢华的生活震撼过，也要被淳朴感动过，在这两种体会之间，可以让我们知道生命有多少宽度。再来就是当务之急，一定要把情绪化戒掉。我以前情绪非常容易激动，做事没有分寸，但是当我想要更进阶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一定要从思想开始进阶，遇到情绪的时候开始思考我到底想要什么结果，所以我开始愿意柔软下来，让结果成为我最想要的样子。再来就是务实，以前也是有做白日梦的习惯，可是我知道一定要透过务实的点点滴滴，才能累积出属于自己扎实的实力，让男人尊重你，让女人喜欢你。什么工作的老板会配车给你开 Volvo？ 哎，哇，你凭什么？欧洲吃龙虾血蟹和牛，员工价知道快三高，回台湾休两周假照领薪水。这是我来澳洲的第一份全职秘书工作。中国老总投资资产像在玩大富翁，买房就算了，一天到晚陪他看农场、牧场。虽然老板是中国人，不过这是我英文进步最多的时候，因为我要负责帮他翻译。偶尔出海钓鱼还算惬意，不过后来游艇沉了。每天都忙着跟不同的修船公司开会，平常要买菜、准备火锅、招呼老板的客人。老总只吃 A9 和牛，红酒、茅台、威士忌一个都少不了。庆幸的是，至少不用跳科目三。虽然超级有钱，但舍不得花钱请园丁，秘书还要卷起袖子帮忙居住。最喜欢老板去打高尔夫，因为就不会打电话烦我。来澳洲不是只能务农，也有机会当中国老总的全能女佣。这段日子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，对我自己的人生也有很多不同的想法。我想这就是澳洲打工度假最迷人的地方吧。至澳近两个月，直面墨尔本的供不应求，好不容易找到了工作，食宿却仍负担不起庞大的都市开销，决定背水一战，以科目三迎战海底捞。寄出求职简讯，自己再多看一次都觉得到底是什么。结果马上就接到了试工电话，满头问号的前往试工哦，该是我展现实力的时候了。跳一跳啊，就录取了，荒唐至极啊。
网友 Mars 在2023年10月到澳洲打工度假，日前他分享在澳洲找工作的故事。由于他到澳洲后找工作并不是很顺利，即使找到工作也很难负担澳洲的开销，于是他背水一战，用近期很红的科目三偷看看海底捞的工作。没想到他很快的收到通知，试工过后就录取了。我很建议大家有机会一定要自己一个人出去住看看，因为当你今天一个人住久了，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能力在上升很快，很多事情你都必须得要自己来。像我一个人去台东讲课，东西要不要自己拿？要。车票要不要自己订？要。飞机要不要自己想办法坐？要。我的瓦斯前阵子打不开，我要不要自己想办法处理？要。成功人跟一般人最大差异是在于他会为了自己的成功去找方法，而失败的人永远会为了他的失败去找理由。这是为什么我很推崇一个人生活。那你是为什么突然开始开车的？从有一次被男朋友在就后来吵架，他直接把我赶下车。天超黑，然后外面又下雨，那时候我就想说，就不要让老娘独立起来。给女生载也太幸福了吧！我通常不敢给女生载，感觉随时会撞到墙壁上。那你是不是觉得我的技术超好？那你会甩尾吗？你确定下雨天要甩吗？我怕你飞起来。那你对于那些不会开车的女生有什么想法呢？会就要学，什么事情是一开始你出生就会的？又不是上辈子就车手。那你是为什么突然开始开车的？从有一次被男朋友载，就后来吵架，他直接把我赶下车。天超黑，然后外面又下雨。那时候我就想说，就不要让老娘独立起来。那我会不会被你赶下车？难说咯。我们都不谈钱，谈钱伤感情，但不谈钱真的没感情。然后我什么时候有空？你越有钱，我越有空。你没有保时捷。谈钱伤感情，但不谈钱真的没感情。你拍摄都要喝酒啊？不行啦，不行，这样会乱说话。不会啦，这段生活才好玩啊。是这样吗？对啊，你的风格就这样。什么时候有空？你越有钱，我越有空。只要让我百万多回来。算命说那个我命中带劫就是保时捷。还有，希望以后长大可以买保时捷。好了，现在只有什么？什么东西？现在只有一发，别拿不出来好不好？小台